太太叫你今天不要上月了，不上月了，为什么？太太说有妖精子你，母亲的妖精子就是昆明却要背过瘾，与你不是就好了，我要读书去了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能再去上月了，不能再去上月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芬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？今天是十月初六，是你的生日。哦，我过生日就不用读书了。嗯。哦，母亲，你快走。是啊，不去了。那过了生日，明天再去读书。嗯嗯。从今以后不再上月光读书了。啊，兰香，哎，把书包收起来，收进柜里去。是，小姐，哎，哎呀，母亲，我要读书，我要读书嘛。芬儿，芬儿，十六，那女孩却几子呢？女孩儿家一到十六岁就要穿裙子梳发髻，现在你是大人了。我是大人了。来，待为娘与你梳头。兰香，哎，去张二来。是。快穿上吧。哎呀，真好看。兰香，快替小姐穿上。是。母亲、嗯、太太，你看小姐这么大姑娘了，早着给她配过好姑爷，生过胖小暖，太太你好吧外孙啊。哎呀的，困了我撕破你这张嘴。哎呀你，哎呀太太，哎呀小鸡，你母亲。好了好了，哎，凤儿，上次为娘御病在大悲庵许愿，明年挖一观音宝像可与挖好？给挖一层尚需成色。哦，此次说说话来一边供奉。嗯，为娘要为内王伯牙谢谢去了。母亲保重。太太最好。死丫头，急死你！哎呦！
心事重重，请你姐姐们还不好吗？许多玩笑，我们是黑是妙相造孽，好一副暖黑观世音娃也。哥哥来了，你看这个观世音画得可好？画得好，画得好啊！不要吵，你叫，蛐蛐都不叫了。
来的人啊，老婆都要娶，还这样不听话。嗯，啊，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妈呀，老虎摇，老虎叫，摇的阿叔哇哇叫，不要闹了。阿叔，这里有只大蛐蛐，你去把我捉出来。我不去。嗯，请你去，我不要。哪去嘛？不要嘛？你哪去嘛？哎呀，不要嘛？你哪去嘛？哎、我去洗烧饭，哪有功夫陪你我？嗯，那你去吧，我自己在这里玩。不许吵我！哦。咦。老爷，弟弟，喜日，喜日，哈哈哈哈，大喜日啊，哈哈哈哈，是喜日啊，看你这人这个样子，哎，女儿拜见弟弟。哦，好，好，女儿终身愉快，二老可以放心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自己女儿订的婚事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哎，是我定下的。是我定下的，你不要来抢功。这是你在抢功啊！是你在抢功。哎呀，哎呀，是我定下的。咦，夫人。你也跟女儿订了婚？自然是我定下的，难道还是你定的？不对不对，女儿的婚事是我定下的。啊，你定的是哪一家？绍兴上宅门这家。夫妻刚才已将女儿许配给沈琼了。王党，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呢？亲长家亲，女儿是女，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女儿在家中无，乃是骨婿。啊，女儿是我生的，娘亲女儿做过子，也是天经地义。夫人啊，可记得八年前，家乡早给苦难熬，几几是种种在恩义高
自负为父但有光，我曾家陪他同生门楣，如今高山他的当土包，海到清明西陵门，天赐良缘的去交啊。是啊是啊，最兄弟亲正好报他的大恩大德，我哪有不用之理呀、啊、弟弟，你不该将女儿终身回报，休得放肆。老爷母亲，老爷最佳与几个儿子，独养儿子一马单传，叫什么名字？叫这跟墙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他叫周嘉玲。啊，周嘉玲。对，叫周嘉玲。周嘉玲，为了。什么为了啊？我早就听说周家少爷三年前生了一场大病，病儿变成痴呆，是个爱的爱闹的爱少爷。什么？母亲。老爷，如果你说说退婚啊？退婚？不是，我正是你出生之门，书里专家，行于为上，使尽两家以五万耕田，杀妻退婚，岂非有悖空蒙之道？你错配婚姻，害了为分啊！哎，母亲，夫人，母亲，夫人，母亲，夫人，母亲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母亲，哎呀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母亲，夫人啊，母亲，夫人，你确定哑巴？母亲，姑爹，母亲，有人上门来送聘礼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像是这家来人，我去看看。母亲，母亲，姑母，你怎么？母亲，这怎么回事？请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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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太不好了！啊，这，快吃药，快吃药，母亲，快吃药呀，快吃药！不要慌，让我来看看。王媒婆来报丧，你丈母娘死了。丈母娘死了？哎，嘿嘿，丈母娘死了，嘿嘿，丈母娘死了。那丈母娘自己哭，不是笑啊？我只会笑，不会哭。嘿嘿嘿，要你哭很容易。阿叔，那你叫我哭哭哭。少爷，不行到太太面前去告状，不告就不告。什么算数？算数的哦。来，金龟银龟，金龟银龟，再去告诉边长小龟。阿叔，试试看。哎，好，来，我叫你哭。嘿嘿，哦，哎，哦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就这样哭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好，我的丫头少爷，快到厅堂去见老爷太太。我不去。你
去不去？啊，我去不去？去，我去，去，我去，去不去？我去，去，嗯，去。王妈妈，人家的亲家母真的是高兴死的吗？哎呀，那么我又讲，人家太太派上高亲，困到彩礼高兴过度，一口气憋不上来就去了。哦，哎，亲家母没有这个福气，可惜可惜呀。哎，周老爷周太太，人家托我来报丧，按照相中老规矩，是要毛脚女婿前去吊孝的，表表孝心，送送亡灵。周真两家积连姻，有莫妨顾女婿离姻前去吊孝。老爷，我家灵儿自小娇生惯养，从未出门，这吊孝就免了吧。啊，这个。阿爸，妈，阿爸的妈娘叫我做啥？我的宝贝儿啊，今年做媒的王妈妈来了。哦，接过少爷。嘿嘿。见过美不？不管当不管当过，多年不见，少爷长得像不像样？怎么胖胖，一副不像。少爷，你在读书吗？读书，嗯，是在读书。读书是五进吧？啥个字啊？五进？我家长家大，大年初一称过的，足足有八十斤嘞。老爷啊，你到底什么事啊？我到底是小宝宝，咪咪小，摇啊摇，摇到阿婆家。灵儿，不许胡闹！阿婆每步都是婆。外婆外子老太太，外婆外子倒是蛮多的呢。过来，你的女娃对你生啊。哦。灵儿，你的岳母放过啦。岳母是什么东西？岳母就是你的丈母娘。丈母娘死了？哎，嘿，丈母娘死了？哎哎，丈母娘死了？我丈母娘死了？啊，我丈母娘死了。二郎，你有没有死了，要你姐去吊孝。我不去。灵儿，这是老相逢老规矩，你一定要去的。嗯，什么叫吊孝啊？少爷不要着急，我来教你。来，哦，回一开岁，二开岁，三开岁，上香。母亲，母亲，娘娘
陈王自刀连根拔，披星洒女天衣暂且未必，爹娘，再次备课。是。演戏是我呀，从来没见过面，南瓜不认识，少爷快见过岳母大人。岳母大人，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岳母，哎，这就是领导吗？真是真是，嘿，我一猜就猜着了。哎，好，吊桥吊桥，喂，哦，一 K 水，二 K 水，三 K 水，上下。一趟。哦，嘿嘿嘿，哎。哎去接他吧，真是天晓得了。少爷，去。叶西，请坐。去。哦。去。这是我的妹子沈金玉，金玉陪你妹上用茶，我去去就来。啊，是。啊。请。表妹的，请。表，我叫他什么啊？表舅兄。哦，表，
表弟兄，表弟兄，你今年几岁了？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告诉你。哎，我今年18岁了哦。不知美堂真姓大名。你问我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来告诉你哦。老子胜利你记性差，不会背词。不会背词，会唱歌，唱歌三个经小宝宝，咪咪笑，摇啊摇，摇到哪？表弟兄，你哭了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丢了好东西，我也会哭的。表弟兄，你一定是丢了什么好东西了吧？我猜的对不对呀？这，表弟兄，我们家有点子钱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你丢了什么好东西，尽管向我要。你不相信啊？喏，给资本。哎，给资本。哎，给资本。金给银给，金给银给，金给银给，金给。少爷，我们好委屈了。我不委屈。为啥会委屈？我妈说，我老婆就在岳父家，我要去看老婆。哎，现在不能看呀。为啥不能看？等你做了新郎才能看呀。做新郎？哎，干嘛要做新郎？我要做新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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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！我要做新郎，我要做新郎，我要做新郎。老爷，你要做新郎，那先回去告诉老爷太太呀。回去，来，回去，去，来，不，
爹媳为家去等我想请家公请家母分好。证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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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岳父你真好，下次我们家四人你也来教教啊。动开五级，动开五级。少爷少爷，老爷你倒是失话呀。唉，我家儿子到陈家吊孝，此心不作闹出笑话，转眼看去可惧。两家亲事已定，你还怕他来婚不成？这不，我对陈家有恩，今我还不至于有恩不报，产生悔婚之意。只是陈家女儿年轻美貌，倘若她执意不嫁，岂不功败垂成啊？啊、哦，这倒是不可不防啊！事不宜迟，急则生变呐、啊！哎，今儿早定吉日，拜堂成亲，神秘主人说完，不就百事大吉啦？只是陈家女儿言有孽小产生，不好讲的过门啊。这，哎，哎，妾身倒有一计。哦，来。啊！赏我张平冲喜。得。哦，好计，好计。快些喜帖到郑家去催婚。好好好好好。兰香，花轿一到，你怎么还不替小姐梳妆打扮、穿上嫁衣啊？老爷，小姐不肯起床，我怎么替她梳妆？小姐不肯穿着红裙花袄，我这个丫头有什么办法？老爷，还是你自己去送吧。女儿，女儿。你就睡下吧。娘不嫁，花轿临门，真是不嫁呢。娘总的意愿。哎，女儿啦。Yeah.
哎呀呀呀呀，你要问我就是为父了。我不得双膝跪地苦哀求。弟弟，要都是你了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进来。好，那你速速梳妆打扮，为吾取换军装前来。小姐，小人也得的好。
娘子，快快上轿子。小姐，妹妹来催上轿了。妹妹，玉兄陪你上轿。坐下，我的宝贝儿啦。给的用啊，这叫称心如意。老君啊，你倒好了，你倒好了。
不自在。哎，不要紧，我有办法的在。嗯，妈娘，侬再讲一遍。是。哎呀，再讲一遍嘛。哎，好，我的儿啦。做什么呀？哎呀，妈娘哎，我把你的娃装进这瓶子里，放起来，到了洞房里再倒出来，告诉新娘子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娃都倒出来了，我的娃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哎呀！嘿嘿，我回去的。少爷，哎，好奇怪，起来，少动。哎呀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嘿嘿嘿嘿。嗯，少动，不要动啊。嗯。嘿嘿嘿嘿。哎，no， 嗯，哎，少动，白新娘子，不要动。哦，哦。阿叔啊，快，我们走，来来来。你不要听，我就不讲了。啊啊啊！
我要睡觉了，新娘子，你叫我脱衣裳。我不会。啊，我不会，你也不会啊。嗯，那我就不脱衣裳睡觉了。新娘子，好睡觉了。我不睡。你不睡，我也不。不睡。
新娘子马衣十里后头红中上哭上音病势很凶啊。是什么病啊？来儿杀，这病要传染的，谁传染上谁遭殃啊。这位太太，我开个房试试吧。哎，啊，阿叔啊，哎，不能让宝贝儿子同新娘在一起，你快去叫少爷到这里来。太太，哎，老爷，房子开好了，先试试。啊，好，哎，谢师师，哎呦，哎呦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啊，那告辞了，啊，哎，我不去了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了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哎呀。我的小祖宗，新娘子晚上来二杀要坐坐的，从现在起不许你再去看新娘子。耶，不是你告诉我做了新郎要到新房里去拜新娘子的吗？我要去的。你站住，听我，你过来。阿叔，你去叫几个老妈子把新娘搬到柴房去住。啊，新娘子来，吃醉，吃醉。小心，小心啊！少爷，你新娘子，你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Thank you.
自己去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嗯，好吃吗？嗯，嘿嘿嘿，你也可以，我也可以，你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哎，我拿水，我拿水。新娘子。来，吃水。来，吃。少爷，你的心真好。哦，新娘子，我给你唱首歌。小宝宝，咪咪笑，摇啊摇。要到啊！哎呦，苏烈叫我了。你是偷偷来看我的？嗯，他们说你的病要转转的，不许我来。哎，我想偏偏要来。哎，我等下再来哦。你等到我，我等下再来哦。几天没有来看我了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
菩萨，求菩萨保佑啊！菩萨保佑我家儿子，我家灵儿毛病早在痊愈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啊！菩萨，少爷，太太不好了，小少爷不好了！啊！哎呦，二郎，二郎，太太眼皮好了，哦，气哑巴，啊，哎呀，二郎，妈娘。Oh, yeah.
老夫人病好起了吗？好多了。请你把他带上。一缕马，把这也穿上。为什么？你少爷他去世了。啊！你是什么？你少爷去世you
最好啊。好好好，你最好，你最好。哎呀，老爷，你是亲家供能来吗？要是此事办不成，岂不贪得？那就试试看吧。老爷，老爷，来了，哎，孔教生老爷来了，哎。孔教授老爷来了，哎呀，亲家，亲家母，亲，就这样，好啊，你看啊啊，亲家，啊啊，就这样，帮帮忙。小鸡，兰香，小兰香。兰香，你怎么来了？那神仙是沈少爷通我送来的。哦，啊，小姐，你答应了。小姐，自从你家到这家。沈少爷生了一场大病，至今病体初愈，你是不答应，万一他再不三长两短，那为父的表哥沈俊勇，表哥，你推推摸摸到花园来做什么？我与表妹相见，带她出去。表哥，啊，你是怪在我的媳妇哪位料子？来人，在，快把她抓起来。是，慢着，我还有话要说。好了。此地不是降娃之处，来啊，来，把他带到厅堂里去。是，走，走吧。哎，我与未婚表妹是与亲妹作马，同窗共道，尽头一下，故母亲口许婚。要不是周家将去，我们早已结为父母了。此刻我周家娶亲与媒与证，正式嫁娶，你还也借在我家花园飞头接道，可以把你送官办在。啊，弟弟，石将军要送官去吧，女儿仅愿一死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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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家。此转阳开去，不仅预设周家体面，就是人为我也难以为人呐、啊。哎，老朽之间，哎，不是成全他们。君玉之欲，父母上报，父依父靠。亲家，你不妨随他为命令之子，一则可以保全周家的名声。而这
会沿着最佳的相户，哎，岂非一举而两得喽？去呀，君哟，你看好分。君哟，晚不快去拜见爹娘？得得，快去拜见爹娘。拜见爹娘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